星级酒店里的东南亚风味。各位亲们大家好，我是 Jeffrey， 萨瓦迪卡。在经过了一阵巨量的体力消耗之后，突然感觉肚子有点饿了，于是我们打开某瓶搜索今日重庆的对象。今天的午餐就是它了，我们来尝一下东南亚的美味。乘坐地铁的朋友请到三阳广场站二号出口，穿过一家钱庄，看到一排卖手表的地方，往左手拐你会发现德根饭店。今天我们的主角就位于德根饭店一楼。选用的细粉吸收了满满的牛肉汤汁，仿佛让人来到了东南亚的街边。小姐姐服务也不错，在星级酒店能够吃到如此价格低的泰国米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本套餐还包括一道炸猪排。最后我给出 7.5 的评价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点关注吧。 Nice